哼，这么猴急，我喜欢。哎，不是，你脱衣服干嘛？哎，等会儿，这次你可别想跑了。哎哎哎哎，等会儿。哎哎哎，啊！一虎，够你刺激的，你不怕痛吧？痛？不亮，这可会出问题的。 这小年轻怎么这么爱折腾？大叔，我就喜欢挑战，能出什么问题呢？不要压抑自己的欲望，听从自己的心声。我的心声是拒绝的。